你看这咋弄的，这是，你看就这样套进去，卡上去呢，弄得还挺洋气的，宝宝哈，来看一下。 哎呀，已经熟了，已经熟了。我以为里面是粉的，里面没粉，给它搅拌一下，看看哈。这个是肚。晚上我们在家吃火锅，爸尝尝吧。尝尝好吃，可以尝尝。来了，还好啦。哎呀，烫死了。 这是我在超市买的，什么海底捞什么东西，我配的大蒜，看见没？尝尝，跟得不一样。哎，大蒜不敢吃，吃完就嘴巴太臭了。 里面是粉丝呢，嗯，不是更逼啊，嗯，逼啊，你啊，多逼，真的都不逼啊，啊，他已经代替了面糊饼，他这个超市卖的分量太少了，像我们自己卖的分量里面很多。 那这是笋，尝尝。你不是特别辣，嗯，特别吃。啊，不讲你试试。你吃不惯。 这个鸡脖嘛，他们有松的呗。这一边有，这星期一直都有，有肚皮。反正你妈，我是拿鸡巴换的了。哎，鸡冠。嗯。这边是一斤。这有多少钱？嗯，搞不懂，搞多少块？本来吃一百块。 我跟你讲，下次我们家备两种油，嗯，一种油是吃的好一点，嗯，还有一种，比如你炸什么东西啊，炸完之后就不要了，你买差一点，不然你炸的东西拿着好油太浪费了，炸的各种东西可以啊，嗯，就是像你炸什么东西，弄差一点的，哎呦。 啊，土豆，我们俩把吃吃吧。臭了，老铁呀，吃呢是不是都臭？吃。